猛男被卡洞穴近10个小时，挣扎前行却仍在原地打转。帕沃斯独自洞穴探险致命洞穴，卡尔基前洞突遭地下暗河水位暴涨，而他手上的迷你氧气罐也仅够他吸氧一个小时。他的生命此刻便进入了倒计时，暗河下暗流涌动，危机四伏。帕沃斯如果没能在3个小时内成功逃出洞穴，那就要请大家吃席了，还是一桌七人的那种席面。你觉得帕沃斯最终能成功逃出洞穴吗？ 洞穴四周都是粗糙的岩壁，空间极为狭窄，加之洞穴内的水位都快淹了帕沃斯的脖子，外加他已经在地下暗河困了10个小时，体力大幅度的下降。我们可以看到帕沃斯此刻已经非常难受了，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讯号。随着帕沃斯越往洞内滑行，氧气也会越发的稀薄。洞穴探险一旦入洞，可不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得了的。帕沃斯只能继续狰狞的前行，寻找生的出口。 强烈的求生欲致使帕沃斯开始奋力的逃亡。然而，塔尔基前洞全长超过11公里，洞内各处洞穴交错纵横，加之洞穴地下水水位上升，这无疑是必死无疑的。帕沃斯只能摸索着洞穴的洞底，一步步的艰难挪动。要是你被困在灌满恶臭地下水的狭窄洞穴内，你是会奋力逃亡，还是站在原地等死？然而，帕沃斯作为职业的洞穴探险者。 他的选择是永不后退，勇往直前。此刻，他拿出了电子指南针辨别方向，决定从南出发，继续逃亡。而我并不觉得帕沃斯可以成功出海。这是男人火化前的死亡录像，他们三五成群冒死探险死亡洞穴，咕噜洞被困洞穴地下暗河2小时，盲目的四处寻求出路。咕噜洞内水淹脖子，氧气稀薄，为了能活着出去，他们将自己的头颅靠近洞底，呼吸更多的空气，继续前行。 然而意外总会在不经意间发生。威尔斯被暗流拍进了水底，要不是人家是专业探险的，这一撮小波澜就会直接要了他的小命。这一折腾让威尔斯体力大师，他只能拼死向前找寻可以补充体力的东西。幸好洞穴内壁上的泉水可以补充他的体力，可最致命的情况还是出现了：威尔斯的头颅被岩壁撞伤，鲜血直流，这可不是一件好事。 突然，一个诡异的漂浮物缓缓靠近他们，而后就迅速被暗流卷走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们只能迅速离开此地。越往深处钻，洞穴就越窄，生的希望就越渺茫。